到了意大利也必须带你去吃披萨饼，在意大利怎么可以不吃披萨饼呢？那等于犯罪。哥，那我要给你道个歉，我在国内就犯个罪，怎么犯罪？我在国内我都没吃过披萨饼，你没有吃过披萨饼，我真的没有吃过。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披萨饼，因为我的饮食习惯好像就不把那个菜单就列入到我的习惯当中。好吧，先从韭菜盒子和鸡蛋灌饼的阴影中走出来啊！好，带你去吃披萨饼。披萨饼。哎，这个披萨是那不勒斯人发明的，以前干嘛用的？就是他们想测试那个烤炉，就团一个面团扔进去，然后用完了以后不舍得扔，你知道吗？哎，农民下地干活的时候，把这饼啊卷吧卷吧就吃了，就是为了试验那烤箱的温度。哎，对对对对。那咱们吃的不是温度计吗？等于。对对对，到后来才慢慢慢慢的往上放一点橄榄油啊，哎，放点奶酪，放点番茄酱，放一点叶子什么的。这披萨饼真的是劳动者的这个礼物啊！你爱吃吗，哥哥？我喜欢吃啊。那么简单的东西，你看现在都风靡全球了。那好吧，那你不减肥了啊？减肥？今儿早上你还说你自己屁股大的事呢。回头再聊。哎，小宝，我教你一个找披萨店的秘诀。有什么好秘诀？就是用鼻子闻。因为传统的披萨是拿炭木烤的，所以会有一股特别的烤炭木的香味道。伟东哥，哎，有一种特殊气味，我都是不是那种树叶散发出来的？不是树叶，啊，炭木烤炭木的味道，闻到了吗？哎，看，这就是一家披萨店，看到吗？哇！走走走走走，一吃，哎呀，哇！哎呀，这太香了！哇哦，这看起来是一家很火爆的店呢。看没看着？买单都得排队，人满为患。Hi, gentlemen. Hi, nice to meet you. Molto piacere. What kind of pizza do you offer? Noi facciamo la migliore pizza di Milano, quella della tradizione napoletana, la vera pizza napoletana. Si fa nel forno a legna, non in quello elettrico. 他的意思就是，你说哥。What's different?La differenza è che nel forno a legna ha una struttura a cupola e quindi conserva meglio il calore e di conseguenza la pizza cuoce meglio. In quello elettrico rimane bassa perché non lievita, non cresce, non è la temperatura giusta. Oh, 他们这里是用传统的这个木炭炉子烤的，它比电炉子的温度要高。区别就是在于用木炭和用电，但电的呢不好。You can show us? Certo che posso. Venite, vi faccio vedere. I'm Wang, 意思。葱油饼，妹的，对，就走起来啊，走。哎，小宝，你看到吗？对，这位戴帽子的，啊，他就是主厨。所以说我戴了个帽子，哥。对，所以你是主厨。对对对，一会儿我俩在做的过程中，我是主厨。意大利的这个披萨有各种各样的，那有一个厨师，他看玛格丽特女王来了，他就给他做一款最最最最容易的。就是只有三种颜色。玛格丽特女王吃完以后说：“怎么这么好吃啊？”她就把这款披萨就命名为玛格丽特披萨，就特别有名。哎，我们让这个师傅来教我们怎么样 ？OK OK。好了，今天我们就要跟what's your name？ Bruno。Bruno， Bruno 师傅学习玛格丽特披萨的做法，怎么样？啊，老的。啊哈。这个饼已经是发酵好的。这个有点像切豆腐块一样。哦，把它的形。弄好，哇，完全是要靠手工的，没有擀面杖哦。好，最重要的手势来了，看到吗？哇，看到吗？哇，哦，哇，哎，干活，哎，就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么薄。pomodoro， 哦，番茄酱，一勺，红颜色，摊 ，cheese， fior di latte， fior di latte， latte， 啊。哎，罗罗叶子，啊，绿颜色，红的、白的、绿的，哇，非常棒。formaggio， 哦 ，L， 橄榄油 ，L， OK， 浇一点，好 ，OK， 可以烤了。这个敲可不好上，你对，要一薄薄的一层浮面，哎，一拉就上来了，唰就上来，对，这非常重要。然后往里面送也很有学问的，一会儿，哎，对。要一个抽，你知道吗？一个抽，你看啊，一个抽，这个特别棒啊！均匀的，他把那气儿放出去了，看到没？对对对对对对对。
要转，要不停的转。哇，那你们温度是非常高的，3到4分钟。哎，哥哥，哎，好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新鲜出炉的玛格丽特，两边端起来的时候，当中基本上都透明了。对对对对，一定要尝一下。 哎，它这个面特别棒，太香了，太香了，想吃吗？两边是脆的，嗯，不香不香的，不行了，我这个，我这个挺好吃的。好，小宝来一个，我来一个，我来做一个，我来一个啊。OK。 啊，我两边八，哎，两边八，可以，可以。哇，嗯，好了好了好了，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披萨是方的呢？那也可以的，我觉得方方的也挺可爱的。嗯，哎，有点像摊煎饼果子。对，哎，放很多蒜，看我的技术活啊！哎，低调保持，来吧。 哎，OK，居然没有出来，今天是成功托盘，成功托盘，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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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哦，挺麻，真的不错。嗯，哦，这么大的一颗蒜，哎呀，放了蒜以后特别好吃，你知道吗？我等待你的结果，哥哥。OK。你给我放点火腿。啊？我爱吃火腿。哎，转不过来，我一定要学会这个动作。哎嘿嘿，可以，是吧？你看到吗？刚才他成立一遍那形有点像三角裤的一个形状，有点像。放一点蘑菇，能好吃，这个能好吃，你这个能好吃啊？是吗？哎，必须的哈。火腿，哥哥要火腿。火腿？别太多了。不会太多的。OK 了，往里送这个可不是那么简单啊！转过来，我们点下睛。地上，走。哎哎，哇。还行，还好，还行，还好，没好安全。他没有我送的那个利索，有点不好吃。来，冲！哎 ，OK， 居然没有出来，圆满成功，今天成功托盘，成功托盘。先让补个，要等它烧起来一点是吧？看我你们送的很失败，送的很成功，哥哥，还行还行，鼓励他，鼓励，还行哥，跟你们转呢转呢，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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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转呢哥哥。好，走了，完的，那不行。很操心，转不动有点。哦，哦是这样。哦，好的，第二把了，把二控制了。着了，再不处理一会儿着了。OK， 又成碳了。OK， 唰，哎，漂亮，看看吧，颜色感觉有点黑，有点像小宝做的。都能拉出丝来，你看到没有？对，哦。嗯，让他们看看，一个长得不怎样，但是非常好吃的一个自制的披萨。这个厉害了，这个披萨真的超级好吃。最终我发现，其实发面的工艺以及本身的这个坯子的这个选材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手其实根本就不行，但做出来也挺好吃的。大哥，那为什么它只有旁边的是就是起泡泡的？因为为了旁边不中间的不往外淌呗，傻呀！因为中间的部分是最薄的，因为上面放了很多料，那样起不来泡了。哎，面起不来了啊！怎么样，花花？感觉好像这个题出的有点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是啊，怎么又简单了？简单啊！接下来你再看了我们这一边的应对方案，你更加要觉得后悔了。